正当司机和送礼之人僵持不下，幸好沈若欣及时出现，三言两语便将对方打发离开。徐敏杰对此很是满意，索性在结束饭局之后，又带沈若欣去买礼服，让他以靓丽形象出席酒会。几个男人纷纷夸赞徐敏杰刚到上海就找到漂亮且能干的下属，而那些被男人带来的女伴也都围在沈若欣身边问东问西，互相攀比。沈若欣学历不如他们，同样不愿将心思关注在名牌打扮上，因为这种虚荣圈子让他感到不适，索性跑到卫生间躲一下。由于女服务员失手洒了红酒，曼迪竟在现场大闹，经理为平息顾客怒火，想让服务员吃哑巴亏，结果曼迪照样不依不饶，直到沈若欣出面调解。眼见沈若欣帮曼迪系上一条围巾遮挡酒渍，从而避免众人难堪，徐敏杰对他欣赏再增一分，于是在酒会结束后亲自送他回家。与此同时，齐晓发现沈若欣应酬完回来立马佯装到垃圾，以免被他识破自己在楼下苦等。第二天早上，沈若欣换好平时的衣服，并将退掉的礼服钱打到徐敏杰户头。转眼便到月底盘点的日子，沈若欣临时接到徐敏杰通知，要去外省出趟差，他只能想办法跟李总商量换班问题，免得齐晓独自一人做事。李总不能阻止沈若欣出差，但也不会帮他安排调班的事情，沈若欣找遍行政部的所有人，结果无人回应，都找各种理由推脱。齐晓为让沈若欣放心出差，便将所有工作包揽在自己身上。接连几天，宋子妍与外甥小新相处还算愉快，再加上他从健身房里听到有大龄产妇讨论生孩子的事情，不禁有些心动，索性上网调查相关信息。邹成看到搜索记录，顿时开心不已，立马去跟宋子妍商量生孩，想要带他去做个全面检查。然而邹成临时接到公司电话，宋子妍独自去医院，忽然听到其他孕妇讨论妊娠出现的各种症状，这让他原本想生孩子的心反倒有些动摇。尤其宋子妍年纪较大，需要面临的风险有很多，宋子妍打电话请教沈若欣，想要询问他的意见，但是沈若欣认为生孩子之前应该想清楚，包括以后应该承担的责任，而不是被别人左右。徐敏杰在机场等候室里听到他跟宋子妍所说的话，更加钦佩这个独立睿智的女人，于是主动将她的经济舱升为头等舱，声称开会之前需要交代一些工作事项，坐在一起方便于交流。恰巧此时，齐晓在办公室里忙得焦头烂额，偶尔抽出闲暇时间，便是思念沈若欣在身边的日子，继而忍不住打电话缠着他煲电话粥。